你最近好无？倒位你好，真无简单，接过查某囝饲大汉，啊结果嘞，出门就敢那拍无去的。我若是无敲电话给你，你拢无想要敲电话给恁妈。妈，我有咧想要敲给你啦，只是这查某真正足无闲的，倒无闲煞，想要敲给你的时阵已经是晚，我惊讲若是敲转去会吵到你，害你睏无好啊。敢是安尼？我的查某囝有这么大心吗？妈，你莫安尼讲，真实，我真正有想要靠好你啦，只是拢找无时间啊。啊，其实吼，我吼若毋是人伫公司，就是伫厝内。你若是想我吼，你靠我嘛是同款啊。这无同款嘞，大家拢想我靠好你，我哪知影你有想我无？妈，我真正就想你啊。参像我透早起来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哇。妈，若是伫台北，我着小痛痛的早顿会当食。啊，我吼，若是工课拄着困难时阵，我嘛想讲，老妈若是我，妈会安尼做咧？嘿，啊，若是吼工课吼伤忝，无起来的时阵，我着想要吼，甲我上爱妈妈抱咧。奶奶，真是，我真足想你的。你若不相信，我会当用行动证明哦。好啦好啦，有想到好啊，免惊生奶。我若是无安尼做，是要证明讲我真正就是你啊。啊对啦，我听头先讲哦，你住的所在漏水啊，啊是毋是爱先搬去恁姑遐住？唔免啦，我住的房间无影响。妈，你敢知哦？替油爸修理漏水的人是谁？是谁？是我国小同学王立德。立德，啊，阿边甲王威嘞，我甲恁德算阿伯哦，去台中找几落遍，拢无找着人诶，啊，因无去台北是毋？无啦，干阿立德一个人伫台北卖厝，啊，立德外婆伊破病啊，身体无好，记忆歹，啊，其他后生查某囝都无法度照顾。好佳哉啦，阿伯伊复健吼，效果袂歹，所以阿边阿姨就会当倒去照顾伊妈妈。我听立德讲吼，伊即卖是两边咧走。伊一个人安尼上头走，一定足辛苦的。你电话号码给我，我明仔再敲给伊。妈，我袂记问立德电话啊。无电话号码要安怎找人啊？你哪连这都无问，就甲立德放走啊？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是错了，现在怎么见？我知影立德伫底上班，我明仔哦就去找伊，问阿伯阿姨的电话，我问到随靠你，吼。好啦好啦，你等下去你问哦。会啦会记的啦，妈，啊你较早休困啊。啊，我嘛要困哦。妈晚安。嗯，晚安。总算有阿伯的消息啦。赵公馆，英辉哦，哦，无等你紧转来，你拄着关关啊？啊，关关好不？伊要跟你做伙转来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安尼真好。好啦，啊，搁只电话足贵的，有啥物话哦，转来再搁讲啦。好，嗯，拜拜。哪会这拄啊好？找到立德，即马连冠军都要转来啊！德胜若是知影，一定足欢喜。德胜，德胜。顶有刀，应该有伫厝的啊。德胜，德胜，敢会是昏倒啊？还是瓦斯中毒？对啊，王威甲德胜年岁差不多，还是甲王威同款中风啊？
生啊，你哪会来？你哪会这么久才开门啊？我着身体淡薄无爽快，困去啊。你面前哪会这么歹看啊？小花，小花，你走。你什么时阵发烧啊？啊，有去看医生无？医生安怎讲？哎呀，可能小可感冒尔，免看医生啦。恁查甫人拢共款，阮爸安尼，恁妈安尼，拢掠准家己的身体着用的，家己拢袂晓好好照顾家己，啊，死到破病哦，辛苦的是啥？啊，毋是我来甲恁照顾。你笑啥？我只是感觉你在杂念的时阵，还真像个老婆。你是发烧，烧到头壳歹去？无啦，我凊彩讲讲尔。好啦，多谢。啊，咱毋是讲好啊，两个人莫安尼讲多谢。我遮尼侪年还阁袂记，我看哦，你是病到着严重诶。啊，恁家有退烧药啊无？那个抽屉应该还有吧？康巴加药的解胃，阿姐吃饭呗。我去煮饭啊，你先吃饭，再吃药啊。哎、欸、对啦，暗时哦，我甲明辉讲电话的时阵哦，伊讲立德即摆伫台北卖厝，啊王威敢若嘛会当行路啊，应该是好了差不多啊。啊，那太好了。哎对，明辉有没有留他们的电话给你啊？我得赶紧打电话给王威，关心他一下。讲到这哦，明辉哦，大概讲下床啦。哦，真无简单啊，拄到立德，伊竟然袂记甲伊留电话，好佳哉哦，即摆搁找唔到人。我叫伊明仔载去问，再甲我讲。有找到人就好。阿贤啊，找到阿扁，你应该就欢喜哦。欢喜是欢喜啦，啊，不过以前阿扁伊阿母嫌伊伫酒吧上班，讲啥物也失面子，不准伊回去。啊，结果即摆呢，有年岁啊，啊，竟然哦，遐兄弟姊妹啊，无一个人愿意甲伊照顾，拢塞给阿扁。我刚才听到就足生气。说真的，这几年也难为他了，好不容易照顾完王威，又得忙家里的事。你也不是不知阿扁啊，伊哦就是嘴硬心肝软啊，那嘴了讲啥物，我是无稀罕的。那结果嘞，心肝内挂念的拢是厝的。我听明辉讲哦，伊即摆一个人上头走呢，唔知伊的身体敢唔堪呢？难怪我们上次去台中荣民医院的时候没找到人，阿敏现在两边跑，也不可能常常去荣总，加上王威现在好多了，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就转到家里附近的诊所复健啊？这嘛是有可能。啊，对对对，阿哥啊，英辉伊打电话讲哦，伊伫巴黎拄着冠军呢，才想到阿母过身了，大伯甲大嫂嘛就过拢无转来。想他们了，当然嘛想。啊，以前哦，安尼吵吵闹闹，有人会当搭嘴角，唔知偌好。你呀、啊，就是这点好，总记得别人的好，难怪都不会长白头发。有啦，最近哦，我白头毛，我白话说，你看，这，看麦，看到不？我怎么只看到越来越年轻跟漂亮，拢无变啊？嘴这么甜，饮食吃药啊？你看看看，看啥？饮食吃药啊？不了。
哦。